石家庄溧阳盛众交易市场九月二十一号中午十二点多了，还有客户在买马，是买的小马驹儿，不是叫你把小马驹儿挑出来，已经挑了四匹了，继续往外挑马。挑出来的六匹小马驹都非常漂亮，很精神，带着白星，赶到车上去，上车了，好嘞，那小马驹是十二块钱一斤啊，拖出去了。傍晚六点多了，又有客户买的小马驹，这两卷小马驹啊，全都装车，一共是三十一匹。把小马驹赶出来。这一天买小马驹的人特别多，而且很多都是育肥的养殖户老板要的小马驹，要多一点。这一卷小马驹马上也要装车。这小马驹是11.2一斤的小马驹，继续上车。哦，我要我那边快！我继续挑小马驹啊，11.2一斤，一会儿去过个秤。